江苏卫视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湘，我是王祖蓝。大家好，我是赵雅芝，我是沈腾，我是潘长江，我是牛群，我是相声演员岳云鹏，我是郎平。大家好，我是黎明，我是郭富城，我是梁叔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少女时代。2月8号，大年初一晚7点半，江苏卫视猴年春晚，我在这里等着你啊。回家的路，由英菲尼迪安全守护。